我现在人在一个停车场，哪里的停车场呢？清水寺附近的停车场。看了气象说今天会下雨，所以你现在听到滴滴答答的是雨打在雨伞上面的声音。然后，原本这个下午是想去爬山的，可是呢，就下雨的情况就没去爬了。谁知道在清水寺看到漂亮的夕阳日落，如果现在在山顶上的肯定很漂亮。哇哦，看到了吗？Okay.